加上五彩缤纷的 LED 动画，101跨年每年都很吸睛。2020年101的跨年烟火动画秀现在也曝光了。石虎探出头来预祝新年快乐，还有黑面琵鹭在河畔喝水。这次的 T-Pad 灯光秀，各种台湾保育类动物都是主角。LED Pad 跟烟火一起搭配起来，我想比去年绝对会是更丰富、有趣、多元。这次烟火和去年一样，主秀都是300秒，不过后头还有彩蛋。烟火同样是16000发，今年的 T-Pad 灯网也升级，最大的不同，以往使用的是烟火弹，今年进化成可以三色变化又安全的单管烟火。今年元旦的升旗主题勇敢自信。跨年看完烟火，2020的第一天，总统府前升旗也让人期待。总统府升旗典礼。2020元旦主视觉跟去年的蒲公英相比更加具体，今年是以总统府为意象，背景的柔和线条象征社会多元融合与包容。1月1号，欢迎大家来总统府升旗。而国歌是由防检局的防疫英雄、棒球国手以及青春洋溢的交换学生一同领唱。岁末年终到来，不论是送旧还是迎新，都精彩可期。记者陈轩白、王浩慈采访报道。